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方程老师，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数学这个领域。那么数学呢，它可以活络我们的这个脑力，可以让我们的思考更加的清晰，可以让我们的思考更加的灵活，处理事情更加的能够应变自如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从最根本最根本的数学开始来讲起。那最根本的数学是什么呢？好，我们后面有九个问题，我们就从这九个根本的问题开始。好，第一个问题是一加二等于三吗？为什么呢？一加二等于三，这个老师你都不会吗？那你还来教数学？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一加二会等于三？好，那三减二等于一吗？为什么？那三乘以二应该等于多少？九九乘法背过了，三二六，为什么要六？好，再来第四个，六除以二应该等于多少？为什么？哦，那第五个，二的三次方应该等于多少？好，再来第六个呢？是五的二次方括号的三次方应该等于几次方？为什么？再来第七个，啊，五的这里写错了，五的二的三次方应该是五的几次？好，那第八个什么是根号二？好，那第九个什么是三次根号二？好，我们就从这九个问题来揭开数学的序幕。